NBA 啊，成都是同积四分，也是处在降级区内。看这个球啊，今年的入职权啊，跟前两年相比啊，这个成绩有了很大的反差。嗯，上个赛季在最后一轮之前，还有升超的可能。漂亮，练死角啊！世界波啊，应该是歌谣五号歌谣，非常漂亮啊，漂亮。对啊，这球打的我觉得怎么像一个前锋啊？对，这球打的还真好，这脚法太出色啊。这球好像是一个正脚背直接奔这个圆角的死角就去了。没错，再看一下慢镜啊，拿球这么一领身半转身的打门，我们看完全是前锋球员的脚法。对，部位吃的非常准，我们看球在空中是不规则的线路。对，上个赛季啊，作为一个中后卫啊，戈阳就为巴西队打进了6个联赛进球。但是戈阳往往进球是拿头球对解决问题。